在参加国际南少林武术邀请赛的选手中，有许多人身怀绝学，有的选手甚至能隔空推倒十几人。 这是刚刚让大家见证奇迹的节目，表演的是澳大利亚代表团，仅靠一人隔空发力，十几个人无法近身，而且摔得东倒西歪。这是我父亲传下来的，是南少林武术拳的，在啊，现在传到是我，就在现在是在澳大利亚那边发展，是 内功的，就像是内功就发出来就是无音的气功耶，通过气可以发出很远的地方呢，全部站不稳了耶。徐文成随父亲学习南少林武术拳有22年历史，他解释，由于表演时发出来的内力很强，实力者和受力者都需要提前运气护体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受伤。站，您刚才是真的站不稳吗？真的站不稳。 你可以试一下，叫其他人都可以试我。不管听起来还是看起来，都是玄之又玄。记者决定亲自上阵，体会着谁。